我以为谁呢？原来是司令官大人。别来无恙。我申卡尔，这次我跟您连线，主要是向我询问对付高阶天使的方法，对吗？没错，我们的先遣编队在地球遭遇了高阶天使和黑甲超级战士。大时钟一直没收录天使文明的数据，黑甲的数据也是高度加密，无法读取。 我也无能为力。难道一点方法都没有吗？哼，方法。任何文明都有它的弱点，天使文明也不例外。还请赐教。这是对付高阶天使和黑甲的唯一方法。前面的舰队听着，这里是黄斯特防线，请立刻掉头，请立刻掉头，祖国在往前移动。各位，我方将全力打击。战机已准备，通知防空部队，火力戒备。是。 这艘主舰开启了能量屏蔽，微虫洞无法抵达内部空间，只有摧毁主舰的防御系统，破坏才能起到作用。 蔷薇，用安藤区通知人类，不要做无谓的攻击，赶快撤离。蔷薇收到，蔷薇收到。呼叫为期，呼叫为期。为期收到，为期收到。准备，他们快！不是蔷薇，通知地面部队不要轻举妄动，全力配合我的部署，请保持通讯。继续武器，加油，明白。准备就绪。快看，那个天使，他好像受伤了。那就趁机轰他一炮。 把那炸成飞灰！长官，不要妄动，总部有令在先，我马上请示总部。我们作为先进文明的入侵者，还要如此畏首畏尾？呼叫总部，你们是巨狼文明的强盗、空贼、侵略者，我该怎么称呼才合适呢？废话我就不说了，我是护卫天使，你们掉头滚蛋吧。 那个天使，你看，那个天使能在空中走路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这个贱货，一炮炸了他，开炮！ 蔷薇，他们向我进攻了。我是不是可以还手打掉一个？先别急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打开这个盖子，进入内部。借你我的烈焰之剑，听好，临时调用数据，数据传输。好，准备接收数据，解锁按键，按键密码零零零零，传输命令零零一，烈焰之剑数据库带。数据接收。 痛快！和神和基因的战士合作，就是有感觉。武器收回，关闭系统。真抠门！那个天使好像没有什么攻击性，要不我们碾压过去？长官，等一等，上级发来讯息，赶快接入。 巨狼先遣队 C39指挥官巴达拉听令，作战原则由天使武功，由黑甲武功。如若遇到，保命为要。天使、黑甲，到底是什么？不好，主舰遭到入侵！
将不要怕，我们是英勇的巨狼战士，誓死保卫长官安全。我是万人敬仰的天使，凯莎女王的接班人，怎么就被梁冰这个不要脸的给压住风头了？真是想不透啊。用你的虫洞进去不就完了吗？读取场景信息和计算空气介质得花不少时间，而且基因系统也要冷却。老七，我是蔷薇，炮兵部队准备发射。收点。三三炮阵，准备发射。死就一起死吧！说是帮我一起打，结果根本就是在我面前炫耀。蔷薇，玩够了没？蔷薇，收到请回答，收到请回答。你没死啊？如果在脚下通过虫洞放置一个回路，就可以踩在上面，但是很麻烦，计算起来容易死循环，搞不好把自己给玩炸了。足够强的运算能力可以支撑起来，不会宕机。于是你们天使就把这些植入基因里的暗置计算器叫做神力，称呼自己为神、天使、恶魔等等。是叫神还是叫计算机，还是叫系统，还是叫战士，有什么区别吗？我们得救了！这是神啊！你们地球人自己被各种科技下的未来人咋唬的失去了判断，把神捧上高位，于是一提到神，你们就开始膜拜，这不怪神。所以那些入侵者就是被神罚了。我们管这叫天谴。你是说莫甘娜消失了？是的，消失了。阿特也一直不跟我好好说话，好像他们隐瞒了什么。莫甘娜曾经是我在超神学院的老同学，只要他不对我们有威胁，我也不会干涉他的任何事情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巨狼文明在银河系地球遭遇了一个天使和一名黑甲超级战士。这个问题巨狼星司令前来问询过卡尔大人。莫甘娜的一贯作风，他很善良，从来不做令自己难受的事情。如果为了清剿一些难缠的对手而损失自己太多的部下，他宁愿不干。可是莫甘娜在银河系往那儿一杵，又把恶魔双翼隐匿起来，我们能干什么？什么就不能干？那你想干什么呢？所以我请求我神卡尔授权给我，在必要的时候对莫甘娜和恶魔势力采取果断行动。你们不是莫甘娜的对手。我
看未必。我需要装备虚空引擎。低调行事，不要和我有任何关系。我是莫甘娜的朋友，她很多时候需要我。哦，对了，世豪，你的野心很大啊。卑职不敢。不过无所谓，我相信莫甘娜不会为了区区一个银河系的地球来跟我叫板，最多骂我几句无耻。哼，还是老样子。斯诺，带他去改造虚空引擎。是。谢过我神。